哎，老公，老公，你有没有听说往伊利哥的路上有强盗，不安全呢？不如我们放弃这次买卖好了。可是我跟耶利哥城那里已经说好了，这可是一笔大买卖，我不能错过这个大好机会啊。哇，是这样没错啦，但是钱可以再赚呐，不如我们等处境好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再去也可以啊。哎，你们女人就心眼小，担心这担心那的，这不去那不去的。我不用养家吗？我不用养你吗？说的也是。哎，老婆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好我自己的。那你路上小心哦。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过此路，留下买路财。这条路怎么这么安静？不会真的有强盗吧？有强盗，那可就糟了。站住！大哥，你慌慌张张去哪？你放过我吧，我就只是个去做个买卖，身上没带什么钱呐。大哥，放心，我们只要钱，不要你的命。没有钱，自然就放你走啦。担心什么？过来。大哥，你就放过我吧，我上有老下有小的，就靠这笔买卖养家。大哥。哈哈，谁管你家的事啊？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活的，放了你，我们吃什么？哪有那么好心的强盗啊？哈哈，真是个傻瓜，别和他啰嗦了，收。大哥，我真的没带什么钱啊，大哥。你可真是发财了，收了不少呢，把衣服也扒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啊，就是那大名鼎鼎的祭司，是在耶路撒冷中侍奉神的。每到圣日，我都要到耶路撒冷中去主持祭祀。也就是说，我啊，是离上帝最近的人。有如此尊贵的身份，我可都要感谢神呐、救命！啊！这大白天的，路上怎么就躺了一个人呢？走啊，去看看。救救我！哎呦呦，这个人全身都是伤呐，看来是遭遇强盗打劫了啊，真可怜呐！感谢主，即使你救救我，即使。哎呀，我也想救你啊，但是我可是祭司啊，祭司可是很圣洁的，要是救你啊，你这全身的血啊，肯定会把我弄脏的。不行不行，祭司怎么可以被玷污呢？救救我！哎呦！求你赐我一个善良的心怀，祭司，你不是在殿中都看到上帝的怜悯还有慈爱吗？你们能不能可怜我啊，祭司？哎，这你也知道，祭司呢可是做大事情的，我怎么能够因为你这点小事当我重要事情呢？不行不行，我还要赶到圣殿里去侍奉神呢，愿上帝赐福你，给你一个好心人来救你吧，阿门。祭司，救救我！祭司，上帝啊，这是你的仆人吗？我可是立位人，是犹太十二支派中最尊贵的。自古希伯来人的祭司，都是我们立位人啊。我是祭司的助手，承办所有的祭祀活动。我的身份当然高贵啊！对，今天要帮祭司办点事。时间也差不多，该走了。救命！救命！救救我！哎呀，大白天的，谁挡在路上啊？奇怪，我看，哎，
这人满身是血，我看应该很多强盗吧。啊，赶快走，救救我，赶快走啊！救救我！求求你了，好！哎，干什么啊？把我哎，求求你！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要去帮祭司办重要的事，我哪有那个时间帮你啊？你这个伤这么重，我能怎么样啊？啊！求求我看啊，好心人，赶快走吧，免得惹祸上身。求求你了。上帝啊，这是你的仆人吗？离你最近的祭司还有利未人，他们都不来救我，我还能指望谁呢？我的神啊！我是一个撒玛利亚人，如果你们知道我们的历史之后，你可能就会瞧不起我们了。好几百年前，当时的以色列和犹太是两个国家，撒玛利亚属于以色列国，后来以色列被亚述攻占亡国了，很多外国人来到撒玛利亚和当地的以色列人通婚，并信奉外邦人的宗教，因此被血统纯正的犹太人所敌视。唉，我们在他面前抬不起头啊。咦，有人来了，救命啊，救命，救命啊。咦，好像有人在呼救，赶快去看一下。救命、啊、救命啊，天哪，你怎么伤得那么重？一定是遇到强盗了吧？是啊，哎，刚刚我看到了一个祭司，还有一个利未人，他们都不来救我。你这个撒玛利亚人应该也不会来救我吧？哎，我神啊，谁来救救我？哎，不会的，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虽然我是和你敌视的撒玛利亚人，可是所有生命都是宝贵的，我不会丢下你的。走，前面有个旅店，我带你过去那边。你真是太好了。老板，老板，快开门啊，有人受伤了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哎呦喂，一个人怎么伤得那么重啊？他遇到强盗被打劫了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请问那个人怎么了？他刚才在路上遇到强盗了。老板，这边是住宿的钱，还有买药的钱，麻烦你帮我找个医生给他医治。我现在有急事要去耶利哥城一趟，过两天就回来了。放心，交给我。对，再麻烦你了，老板。没问题。等等等等，你是他什么人啊？我不是他什么人，我只是一个路过的撒玛利亚人，看到他遇到强盗就过来帮他一下。人可真好啊！你们犹太人一向瞧不起我们撒玛利亚人。但是我不能因为你们的敌视就见死不救啊！上帝是仁慈的，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，都应该和平的相处，彼此相爱，不是吗？对对对对，说得真好，我们要做好朋友，我们都要做好邻居，彼此相爱。今天我算是看到了什么利未人，什么祭。说起话来头头是道，可到最后呢，哎，遇到问题的时候顾着自己，到那位撒玛利亚人真是我的好兄弟，他勇敢跨出这个界限，勇敢突破这个歧视，我真的要跟他说对不起，我总认为他是不洁净的，我们都不配和他们做朋友，哎，我真的是。要说谢谢他，让我看到了什么是爱与帮助。谢谢，他真的是我们的好邻舍。让我们不分彼此，让上帝的爱将我们连接在一起。突破我们的限制，去爱邻舍，爱世人，爱天下所有的人。谢谢大家。